我嘛本来嘛唔知道，只只听人客在讲，有者师兄拢来解收的功德款，就是助济，拢在救济。啊，我就迫不及待的，等伊较紧来甲我收。头啊，在立功德金的时候，有对助亲的去奉施啦。我感觉讲安尼吼，助济拢甲钱放伫有需要的人的所在，所以吼，拢该集中伫助济。分组的时阵啦，伊就讲做我做生意较适合承担商机啦。我做商机哦，会当导人，招足侪人来到剪彩切彩，因为社区还阁无走卡啦，啊，所以阮家哦，我做生意进前的物件留落来，还阁安尼来做，还阁会当做啦。我是感觉我有法好好买到这间厝，我感觉讲爱大家用。法亲若有，因若有身体无好吼，啊，我若有拄到因的下车，我会赶去予因，只因为身体无好，伊就较无法度煮啊。咱家煮甲用买无共款，一份的爱心，一份咱的关怀心，咱师听讲爱法亲关怀。我做生意将近二十年，上大意义就是吼，要予人食素食。咱是互相嘛，啊！人我若出去煮菜做香食，大家拢食到足欢喜，啊，互人食了欢喜，就是介好闲啊！哦，人生哦，免想伤济啦，做就对啊！啊，所以我一直做香食，要做到累做为止。